一般打篮球都一块坐？一般打篮球都是会张罗张罗，然后有肯定有人去，有人不去，然后会有这个事那事的。杨振恒有小哥们儿不赖，球的技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啥？就让自己自己练，真的不练你哪有回报的？还这么吃？我觉得他们这代年轻人啊，我认识跟八零后现在赶瘦丝儿了。各种比赛也是我觉得就是被聚光灯所吸引。我觉得这有点去这方面。怎么了，兄弟？没事，没毛病。没什么毛病。五五开啊，这五五开是什么？一是现在大环境的就是造势之下，包括现在这种，就是不让参加这支龙丹，到时候这个节目肯定有一定的知名度。是。你就说哪怕没有这知名度，你就随便去一个外场或者野场，你打得好，肯定会有旁边人看。好嘞，那个，对吧？这是那个局。大环境下也好，还有你自己实力的证明，对吧？这是最好的、最正常的东西。这不用，这是拿钱你换来的，这是有实力。张哥辛苦，辛苦辛苦。张哥 UP 演我 UP 啊，别管了，喝就完了。别管了 ，UP 就完了。这世界很酷。